你两个真正在做见面，你实在有够超过，有够超过了。你这只狐狸精，你天作是向我拍，你拍了无够是？妈，你莫去甲动手啦！我老实来讲，我甲朋友真是要讲分手的代志啦。分手？你安尼白白擦擦来讲讲一大堆，你要分手，搁叫红酒哦？无你即马啥啦？当作阮三岁囡仔咧骗你哦？代志到这地步，你搁想要讲袂使骗阮？慧心在工作室的时阵，偷听到你打电话，这个狐狸精要开房间啦，所以哦，我们才乖乖来阻挡。慧心是了白啊！王玉生，我原本想要替你温暖，结果你甲母一出，害我伫咧前母的面头前下死下贱，你真正不够笑，不够笑的鬼。今嘛，是我不要嫁囝，嫁出去哦。你家己不忠的不孝子，我唔敢，对不起你甲维云，是的。是的。做唔到代志的人唔是你啦，你嘛无需要甲我下实的啦。你为即马开始哦，好好管教你玉生啦，以后吼好好跟维云继续好好生活落就好。对我回来，走！你家己留在这，好好啊反省，抢人的红线，最后就是这种凄惨落魄的下场啦！你好好想看卖啦！现在到最后拢是剩我一个，我只不过是爱唔对啦，我现在心就这么痛苦啊！狐狸呢？你现在病情都这歹啊？我着人无爽快。你的手，搁变哪呢啦？我着人无爽快，胃咧疼，啊头晕，走路着跋倒啊！哎呀，你真正是，来，小弟哦，来坐，来。你看，我去买上爱食的豆花，食完了，人就会较好啊。天这么热，你还走去买豆花给我吃？我不愿意吃。啥都不愿意吃，这是你上爱吃的呢。来啦，丁家来。我无值得你安尼对我。你是咧讲啥物戆话啊？我你是拄只跋倒的时阵去弄着头壳，头壳歹起来哦。阿姨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我真正是头壳歹起啊！慧玉，我答应我。
这世人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你拢一定要做我的好姊妹啊！答应我，答应我！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，好。啊！我信用卡、提款卡拢给你了，手机啊嘛给你没收啊！今麦去停水拢袂用，你嘛伤憨嘛！我那比坐到较无自由呢。你若是甲林美的分手哦，你就会当恢复自由。我拜托，我已经画图画到足忝的，头嘛足疼的，边边啊声叫，干嘛咧花小可休一下？哥，你放心啦，你平常时吼过个遐尼啊爽着，你这肝吼一定甲小 baby 赶快粉嫩粉嫩。啊，你遐若是腰酸背痛，应该就是最近运动做伤济了。拜托，头真正足疼，已经要爆炸啦！哦，头壳疼。嗯，来，最后你，我拢有炸头壳疼药啊。来，这止疼，吃一粒。好啦，安尼有咩啦？坐落，坐落，赶紧。不是看你一个人在加班，我们全部人拢在陪你，拜托姐，你较紧走好不好？啊，我来目睭雾雾的啊！哥，你较紧走的啦，紧的，紧紧紧！亲妈，我看玉生是不是身体不爽快啊？啊，惠弟，伊手机啊在你家。可以回去厝里休困一下，啊，洗一下身躯吼，安尼较有精神啊。亲，我甲你讲，阮哥哥吼想要过鬼过怪啊啦，你莫互伊骗去，伊即摆吼若是离开家，精神随着来啊。好啦，亲，免烦恼啦。是讲亲嘛，啊，维云够怀疑啊。阮维云哦，伊个个性较顶真啦，就算讲伊认为玉生去饭店的讯息是诈骗，嗯，我嘛袂当确定讲伊是毋是有怀疑无。你要创啥？我今仔就袂爽快，我想要逃。玉生啊！黄玉生，起来啦！黄玉生，你莫要假啊！我跟你讲哦，我这头壳足一工无起啦，足垃圾的哦！你紧起来。好啊，玉生，紧起来啦！你无想要画图，无咱等于说一个辛苦休困一下，紧起来。对，玉生，玉生，哎呦，玉生，你烧到安尼嘞，还佮你流清汗，我看伊毋是假的哦。医生，妈，阿舅要安怎啊？救救火车，紧嘞！啊，紧嘞，啊，紧嘞！医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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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检查要安怎？病人的抽血报告已经出来啊，是急性肝炎，目前伊还无恢复意识。我有帮伊拍解毒剂，若是指数无降来，就需要换肝。才到有杨先生的直系血亲，也是姻亲。安尼，请你先去做检查，我会比对，找出上适合的捐赠者。哦。哎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我会不会好心，但愿你要掉吧。我先，咱今来检查，咱做比对，干。妈，我关系就多爱出水，我惊。还是你讲呢？你是计较啥？你计较的话，恁爸计嘛正在做比对。阿伟，你玉生在外面偷吃，我哪好意思叫伟云管管？亲妈。我就跟维云姐吵架尔，
万一关关的过程若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是无人通挖苦的。你莫叫我冤气啦，吼。妈，我甲玉生是阿母呢，我哪有可能无要救伊啊？慧心都无愿意救因大兄，搁再讲，亲家甲亲唔滴个呀。亲妈，啊，这是比对，嘛无一定爱管啊。加一个人比对，总是加一个机会啊。妈，你放心，等下我一定去检查的。喂，多谢，是的。妈，哥会出去啊，你等。无重要啦，卡啦。妈，玉生的手机给我，我伫看是工课上有啥物人想要联络伊。若是有重要的代志，无接到电话，安尼就无好。这通应该是足紧急的代志。哎，嫂嫂，迄卡这通手机啊，可能得要无电啊，我提去充电啊，充好才提予你。那是这么紧急，应该是有传讯息才对。什么代志吼？你先冷静吼。等玉生的情绪了，再来处理好不？玉生，你总算接电话啊！你刚才我看过六通啊，讯息你不读也不回，你拄着代志就闭起来，你算什么查甫人啊？玉生急性肝炎，需要断言。未来的 case 这几天无法度处理啊。你讲啥？玉生急性肝炎，我即摆随挂过。委员啊，迄啰美言讲啥啊？无啥，就公司的代志。